今天我们吃这个糯米笋炒肉，这糯米笋是260克，每袋是260克，19.9发七包，发七袋，很嫩啊。我好像忘记放葱花了。今天吃爆辣三件套，这个是凉拌米线，这个是凉面，然后这个是擀面皮。糯糯唧唧的这个。里面的防刮丝是我自己加的。好吃。
夏天来上这么一口太舒服了。太香了。这个是擀面皮，这个肉肉乎乎的。